我是 Bebe 张博维 S2 世界冠军选手。我告诉自己，从选手退役之后，所有的成就和光环都要重新归零。我唯一留下的是面对挑战时的自信。我随时准备好再次站上舞台。面对新的人生、新的游戏和全新的核心争霸，哪怕是需要掌握核心为主的新玩法，哪怕要重新熟悉角色技能，我都相信我将再次称霸，因为我知道最强的武器是心中那份无所畏惧。核心争霸，等你来战。